会阿去农会为着感谢侪侪农民的辛劳甲付出，当年拢会趁着过年进前盛大来举行农民节，表扬对农业有贡献的农民。今年延续往例，伫农会艺文广场闹热登场，总计194人来受奖。我们每年好都是针对这个农民节来，针对我们农会业务上，好的包括一些优良的存款户、优良的放款户，还有一些优良的那个杰出农民，以及我们的一些杰出的那个。家政班员或是那个产销班员，以及我们的一个就是杰出的那个农事小组长，来做一个表扬，也感谢他们过去对农会业务上的协助推动，以及贡献。会阿立照站第二期改善的计划目前已经完成，活动现场除了庆祝农民节之外，坐坐贵宾甲乡亲嘛做伙替立照二点空来解播。这个绿色照顾站这是我们县农会第二期的那个。计划，因为第二期的计划也是在我们那个农业部的协助之下，我们完成第二期那个整修计划，也在今天呢进行那个揭牌的仪式。绿色照顾班目前是有两班，我们学院有40位，因为我们第一期的那个场址可能场域比较不够，因为所以我们在那个做第二期的那个改善以后，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那个地方的一些长辈，让他们来提供一个多元学习的那个场域。会阿农会总干事表示，农会毋但是规划各种特色的课程，丰富长辈的退休生活。这回工程改善厨房的硬体设施，并且办理02送餐的服务，扩大服务的量能，希望让农民得到更加好的照顾。南台新闻台的会阿综合报道。